Action！ 黑道帮我，我现在人呢，在一个叫做三只废墟的地方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为什么会在这废墟呢？是因为在这边曾经发生过命案。然后呢，我在网上有看到呢，很像有人说这边会闹鬼或什么的。身为灵异探险家的放火我，但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来探险啊！然后这次的灵异废墟探险呢，跟以往你们看到的影片可能不一样，因为你们看到的可能都只是在那边探险一下，或者是在那边走一走而已。今天呢，我是要在这灵异废墟过夜，对我要在这边过夜啦。然后呢，因为要过夜的关系呢，我还准备了睡袋。我想要过夜是因为，如果只是走进去的话，可能要某种的天时地利人和才可能会发生真的看到的情况。我认为在这边住一晚应该能够撞见的几率应该更大吧。我这样讲真的是很找死啊。然后我在影片前先说，或者是跟在场的各位先说，我不知道各位是谁。我对鬼这个东西啊，我是保持着尊重的心态，我没有想要嘲戏啊或开玩笑什么的，因为就互相尊重嘛。对，我尊重你，你也要尊重我，对，不要负责。我这样真的很像那种招式的年轻人，然后我就被附身，隔天还要去那个庙里拜一拜那种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现在我就进去那里面探险吧。手电筒，血都超有气氛感的。其实我现在最怕的是有蛇什么的，就我很怕会有蛇。我发现一秒楼梯耶。我们去二楼看看好。你看这个，这太薄了吧？这感觉我踩上去就要崩塌哎！这真的可以走吗？好，我们先放东西吗？好。那走吧。你知道这样子很像在拍那种僵尸片，然后我就是第一个死的。这边有纸。纸上写什么呢？看不懂。会不会我这影片到时候拍下来就像那个红衣小女孩那个一样，是被诅咒的那个录影带？没东西。shit！ 操！我刚被自己吓到。谁去？嘿！派对 ，Let's go party all night， 太多虫了吧？其实说实话，我刚翻的时候很害怕，因为我很怕翻出来会有尸体。我知道这样乱讲话不好，只是我网上影片看太多，真的会有这种可怕的感觉。那边是什么啊？红色的瓶子。哇，这样拍好可怕！我发现我有点嗨不起来，因为大家知道放很多心脏都是嗨嗨的，但到现场我就觉得，我没办法超大声那样吼。这边感觉很多药物。为什么？药物。你看那边，我右手边。You mean drug？ 我觉得是。认真。但我觉得有可能有流浪汉在这边，这样或这样。你不觉得那些瓶子都很像装药的东西吗？爸，我说认真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很危险？假设我们晚上在这边住嘛，那他们这样进来，他们吃药之后发疯，会不会对我们怎样？其实可怕的是人啊。搞不好真的有。所以还是要小心。我们小心点。这是你的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你的脚步声。这我的脚步。你要危险啊！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都差不多一样。对啊，都差不多一样。Oh man！ 这边有个菜刀超可怕的。我闻到不太舒服的味道。
这边我不太想进来。哎、欸，你有闻到怪味吗？你有闻到吗？闻不到，我鼻子比较不好。哎、欸、shit， 有人会在这边睡觉？哎、欸，我不想认真，这边会有人啊。我说，在我们拍的同时，就会有。很可能。这也不像有人躺过、啊，应该是我想太多了。这是符咒吗？应该是乱涂鸦吧。你这边就来到那边。对。总之呢，在深夜逛完整层的废墟，我结论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啊。然后整层其实最让我觉得压迫感的，不是那种灵异感，而是感觉会有人在那边睡觉，或我拍到人就刚好在那边吸毒或什么的，就怕可能会被攻击啊。我很怕就是我转角的时候就刚好有人在那边。至于能不能看到鬼呢，那就要在这边试试看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床。我觉得好硬啊。为什么地板那么硬？然后这一次啊，我有在废墟出来特别准备的蚊香，蚊子很多啊，被蚊子叮死了。先休息一下吧，如果有什么动静，我再来拍好了。对，那鸟叫声让我不安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我要休息了。天啊，我觉得这边超难入睡的，因为你会一种不安感，就是会一直有种感觉随时会有人出现的感觉。从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门，我一直感觉可能随时都会有人出现，或者是从那一边，就感觉从这边都会有人跑过来，感觉好压迫，那种压迫感。对，我觉得，楼下还是外面？想讲，我觉得很不安，因为我一直感觉这附近有人。啊，怎么办？你在录吗？我在录，还在录。灯，不用拍了。Shit， 有人哎、欸，我拍不到那个人。有人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先走好，先收东西。好，先收东西。先收东西。好可怕，很紧张哎。哎，我人生第一次这样，感觉自己像逃犯一样。三小，走，我们走，我走快点了。他们在过来、欸，嗯？哦哦，对了，来拍东西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好像知道他是谁、欸。太好了！有警察。哦，没有，我来拍片了。啊？我来拍摄。太险了！啊，人家报案了。哦，人家有人报案了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麻烦了。我第一次上警车哎。放火是做了什么事情？放火因为放火被抓。他要不要帮你叫计程车？哦，其实不用，我叫我认识的好了。那我们下车喽。OK， 好。嗯，好，谢谢警察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超展开啊？为什么到时候会上警车到警察局、啊？不知道。就总之结论呢，我觉得到废墟探险，然后还是蛮危险的，小朋友不要模仿。就像是在过程中，我一直很怕说会感觉有人在、啊、或什么，这其实是件非常危险的事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结尾，这太超展开了。我的妈！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面那个喜欢分享。然后如果想要吃豆米的观光影片的话，可以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上我 Facebook 粉专、公益社团来吃豆米。各位观众，帮我拜拜。为什么会结尾变这样？